怎么办？今天我要承认一件事，我有一点内疚，我在反省，然后要说对不起。对，对不起，对小粉红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有时候我有一点激动啊，就我看到你们一直在骂我，什么傻逼的老外，什么排逼猪，唉。这些废话我知道你们没有恶意，我知道你们已经很辛苦当韭菜当人款，然后呢有这个靠背的阿多啊过来削你们，真的不应该当。所以呢小粉红，我真的要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伤了你们的心，我知道你们努力，我看到了你们要翻墙学英文骂我，长了痘痘假装是台湾人来骂我，花不少的时间，而且你们都在帮我增加流量，这个很重要哦，但是每次都很靠背的骂你们，真的很糟糕，对不起小粉红，我真的没有同理心哎，而且我还是提醒你们那边多糟糕啦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当然知道啦，比我清楚啦，但是我还是很靠腰，真的不应该的，教你们一个台语啊，你外拍谁，这样真的不好意思，哎，我真的很靠腰哎，怎么办，你们一直靠腰想要统一台湾，难道我没有发现，意思是你们觉得那边不好，你们会想要来这边啊？当然啦，这件事谁不知道，台湾生活品质跟自由难道那边你们有吗？当然没有，所以我不需要提醒你们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啦。亲爱的小粉红，你们亲爱的排逼猪，傻逼一个，撕老外，该撕美国人，就是我非常的爱你们。我说真的啦，麦安内啦，没有，我没有在讽刺，我真的爱你们。要不要把我的影片在国内的互联网上传给大家看？这样更多的小粉红会知道我的爱。赞阿多啊，最近日更干话有写脚本吗？不可能的吧，有干话一大堆吗？没错，所以明天见。阿多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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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